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3年9月4日，沙拿解锁新成就。在英超第四轮比赛中，穆罕默德·沙拿攻入一球，帮助利物浦主场3-0战胜维拉。据 Opta 统计，穆罕默德·沙拿连续10场英超比赛参与入球，他是2021年12月后首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。据利物浦统计，穆罕默德·沙拿职业生涯至今为利物浦在150场比赛中破门。利物浦官方晒出海报，祝贺他达成这一里程碑。谢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，感谢你的支持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